showcase. We're just gonna have some of the best bands all over China. And if this goes well, as it seems like it is, we're gonna have these more and more often to expose you to some of the best music. And also like to thank Fender for supplying all this great equipment. 非常感谢 Fender 吉他公司提供那么牛逼的设备。Can I say that?大家好，我是刘易斯，然后这是我的乐队，乐队的成员分别是 John、李轩还有瑶瑶。今天我们很高兴来参加《音你而乐》的主题演出，这也是我们乐队的第二次演出，然后也是第一次跟 John 一起演出，我们很高兴参加这个演出活动，然后非常感谢《音你而乐》。国际台的这个节目还有 Fender 给我们提供的设备。我们是 Eat， 那个非常高兴这次参加这个活动，然后感谢Fender给我们提供这次机会，然后还有这些乐器，然后感谢国际广播电台，感谢音你而乐，然后感谢Fender给我们支持这些设备，所以我们准备把它都砸掉，谢谢。
巡演已经结束了，然后我明天下午会回到北京，然后去参加 SoundStage 和那个 Fonda 办的这个演出，然后我们特别期待这个演出，然后希望这个演出能够顺利进行，我们明天见。